我咱这双子红的不好看，咱这鞋子非常好看，咱这快乐的我第一个来了，大家学习干好不好？我咱这鞋子非常好看，咱这红的也不敢说的快速回传，哇塞！好，那么现在比数呢已经形成了1-0，我们红队以一分暂时领先哦。我们蓝队同学要好好把握机会哈，你们现在才拿了一分哦。好，第二回合请开始。感觉好像同队蓝队的视角哈，那现在比数呢已经形成1-1，平手状态，到底蓝队会得到第二回合？来，第三回合请开始。来，请开始。